爸悄悄地在妈妈的化妆瓶里加入了矿泉水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劳动节觉得妈妈太辛苦，导致她皮肤干燥，需要补水，偷偷为她准备了一个惊喜。我被爸爸的体贴深深感动，为了证明我也是个孝顺的儿子，我决定模仿他，也给妈妈一个惊喜。回到家的妈妈很快发现我给她的惊喜，兴奋地抱着爸爸，爸爸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。没错，是我帮爸爸把他私藏的爱转送给了妈妈。知道真相后的爸爸感动得快要哭了。入睡前，妈妈又发现了爸爸给她的惊喜，爸爸却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。没错，爸爸只是我化妆瓶里加了水，妈妈很难发现爸爸辛苦准备的惊喜，是我又悄悄地帮爸爸往里加了白醋，这样不仅能补水，还能让皮肤更有活性。看到妈妈开心的表情，我知道她是被这份爱深深的感动。爸爸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，我只想说，我们是一家人。